門的力威世界車隊今年參加這個澳門的 AMC 賽事，希望所有的隊友都完成賽事。車手何濟亞，我嚟自富利來車隊嘅，希望今年2016年嘅賽事，順利可以有好嘅成績，對車手同埋車隊嘅工作人員啊，所以嘅交代，希望大家順利完成所有嘅賽事，大家都開心。健生，咁我今年第一年参加呢个 S2000组别嘅赛事，主要都谂住同啲前辈吸收下经验啦。咁希望大家呢场赛事都顺顺利利咁翻嚟啦。Hi, hello， 又见面啦，我哋2016今晚嘅主持。Thank you.